主料榛子王500克，辅料辣椒、豆豉、姜、葱、生抽、盐、料酒。即听，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用餐人数1到2人，将榛子王彻底洗净，因为会有沙子，满载满时让当主帮我开边处理了下。准备好配料，起油锅，将豆豉炒香，然后放入辣椒，将爆香，放入榛子王一起翻炒，添一点料酒，水稍微焖一下，煮熟后加盐、鸡精、生抽、葱调味就行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